那你要使用这个 Sweet Home 3D 之前，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，你觉得能不能做得出来？像这个都是同学做的，我在高职在大学里面都用过。那老实讲，在高职的同学表现的还比较好，大学同学反而表现的比较差。然后呢，我们学校这学期有比较特，就是这个学年比较特别，就是跟大陆一所学校，就是整个班异地训练，就是他们有一个整个班到台湾，然后台湾也有一个班到大陆去，好，就等于交换这样子。好，那大陆学生也做得比台湾学生好。好，你看看这样会不会做？如果要你做得出来的话，可能吗？不确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一个，像这个，这个是平面的啊，不是，就是透视图的，这是没有动画。好，还在窄路，没关系，往下看，这里还有好几个，好像这个啦，像这样子啦，有没有？这有很多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用这个 Sweet Home 3D 就可以做得到了。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做海报啦，或者是展场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做设计嘛。那这个软体呢，有点像也许有些人小时候玩过那个扮家家酒那种感觉。你看左手边有没有很多的模型图库都把你分类整理好了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有些时候，比如说你的那个海报里面要一个人呢，你想要立体的人，怎么办？从这边找个人吧。你要男人还是女人？啊？你滑过去那缩图有没有一个？有没有？如果你要讲肥胖的，你就找这一种嘛，因为不能找真人嘛，对不对哈？要宠物的就找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找个人丢出来，做好了。好，这样就 3D 的啊。你看你要哪个角度自己选啊，这样不会太难吧？找个狗来跟他作伴嘛，对不对？觉得不够大只，自己拉大只一点。啊，刚起来呢，对吧？如果你让他转个方向，自己旋转一下，看他要看哪里啊？以后发现很简单。你还要玩什么？我们找个那个办公室嘛。我还是你要先种树也可以啦。好，我找个那个书桌好了，你要时尚一点的就把它叫来这边。这个不太好 ，delete 掉，按 delete， 键盘上的 delete。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的都是在平面这边用而已，立体的就是检视嘛，有时候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找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桌子。好，找个桌子，对不对？这样狗狗是被挡住了。你可以选择往后拖一点，还是狗狗如果要跳在桌子上玩的话怎么办？你看我刚刚是不是在正中间是移动，对不对？旁边是不是旋转？这里是缩放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？这叫悬空高度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摆放家具的时候是不是有高低位置不一样？有没有浮起来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的哦，这样你了解的吧？好，那当然你可以实际上去看哦，我还有一点距离，对不对？不要这么高，坐下来一点。狗狗也可以换颜色，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桌面你要换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点两下，你可以直接换不同的颜色，也可以怎么样换不同材质嘞。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木纹的，我想要把它改变一下，换成那个瓷砖的，实木的。这里有没有橡树皮的？换一下。这里换了，我刚刚是换到前面这里，有没有？这样了解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要种棵树吗？外面就有树了，户外的哇！而且我发现很多同学喜欢家里面有游泳池，我发现到很多人都好像有这种梦想，觉得要有一点那个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那个咖啡椅啦，什么那个都还好啦哦。你可以看到，那所以说像这个啊，其实因为有时候其实你可能
有机会用到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太大颗的了，好、哦，太大颗。那像在这边还有墙壁啦，还有地板啦，它叫房间啦，我们就称作地板。好、哦，你可以自己去画。那这边呢，你要拿出去有几个方式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下。它有分，比如说你把你的那个，比如说你的室内设计啊，或者你需要展场的规划有没有？我要放什么东西？那你要上面的平面图，你就来上面这里找平面图，有没有输出 SVG？SVG 我们讲过了嘛，标准向量格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出去了，好，点到就可以直接存出去。那么如果你要的是下面这个图，下面这个立体图，你按滑鼠左键是调整方向，哦，摄影机的方向，滚轮，滚轮可以前进后退，好，就摄影机拉进来。假设你喜欢这个效果，你就找立体图，有没有一个照相机，就可以把它拍下来。你可以选择输出的尺寸，比如说我要比较大一点，我800，那品质高一点或低一点，按开始，它就像真正3D 端，你要帮你做输出，好了之后把它存出来，有没有 PNG 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想要有什么动画的效果，请你找3D 这边有没有一个照相摄影机。好，你看摄影机进来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。这里有一台给你看的，这里有没有也有一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稍微把它拉下来，你看得比较清楚哦。好，那我如果确定这里要开始，我就按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就摄影机前进移动，摄影机前进有没有前进了，对不对？我过来一点。好，那摄影机除了移动以外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，这是左右转动，这个是上下，有点像点头。然后这个呢叫眼睛高度，眼睛的高度，所以你可以调整。假设我这个位置要点一下，有没有路径就做好了，然后我再转一下角度好了，转到这边，这里好，移过来到这里，然后再转回来，变成这样转回来。好，你看这个眼睛高度，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眼睛高度了？好，如果这个我要好 ，OK， 我就可以 play 啦。你看动画就做好了。当 3D 软体变得容易之后，这样简单吧？你看五分钟就会了吧？所以说，其实不管是你要做动画，还是要做那个，其实这个一样，你可以选择你要输出的影片的尺寸，然后按开始，它就帮你做，最后就存出来，有没有简单？简单哦。好，所以这个小案你给各位看，因为其实你剪报那个在医院里面海报面也是可以有机会用到的，这样 OK 吗？给你先玩看看咯。